Ash. Bea， 你咪话你同你老婆冇晒感情嘅，咁佢都去完旅行翻嚟啦，你咪可以同佢讲离婚啦，嗬？诶，离婚呢家嘢咧就唔系咁容易嘅，等我谂下先啦。学本番茄酱油芝士沙律，芝士正喎，慢啲。咁你要谂几耐啊？ 唉，离婚呢家嘢咧唔系咁容易噶，等我谂下先啦。喂，咁你踢我啊？你冇嘢啊？我问你，到底你要谂几耐咯？我头先咪讲咗咯，离婚呢家嘢唔系咁容易嘅，等我谂下先。讲咗咯。cut 乜嘢啊你？咩态度啊你而家？你系咪玩嘢啊？打我？你礼真噶？ 你冇嘢啊你啊！喂，礼真啊礼真咯，我咁认真投入呢段感情，你喺度吃我喎！你副尊容我点投入啊？大佬啊，而家唔系我想同你喺埋一齐，系你逼我噶！我花咗咁多心机时间，你到而家呢一步，你走嚟玩嘢，贱人！你话我同你喺埋一齐咁耐，你叫我做边样我做边样，连鞋底争啲舐埋啊！我系人嚟噶，有 feeling 噶，八婆，贱人，你呢一啲骗徒。 简直系我哋风水界嘅耻辱。你边位啊？你再乱噏，我揾律师告你啦。既然系咁，不如你哋随便拣一个路人，然之后我哋嚟一个比试，帮佢睇下面相，睇下边个准啲。睇你上唇口个下唇，经常祸从口出。 好中意讲是非，从来都唔讲是非嘅。我嘅意思系，好似有一支枪指住你个口嗰一种嘅痛苦，你个口里面一定经历过，血光之灾。你点知噶？我琴晚就系食食下饭，咬烂咗自己只牙，啱啱先去剥咋。Master Julia 果然厉害喎。